我在砍他，笑死，他飞过来，然后跳不起来。我弄陷阱。大玉宝，阵营回复加塞，阵营回复加三点，等一下再去打。他音乐好可爱啊！因为我弄掉了，没有复活台，复活台那个放了。我把他打回玩家。我总听到有人声音，奇怪。哇，阿喵守着后面哦，从后面进不去。我们先打那个大玉。在门前，在门前。暴击，暴击。他血太厚了吧？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龙之怒，龙之怒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三 D， 家里先手，家里先手，阻挡，阻挡一次，两次。啊！侧边，侧边，侧边，侧边。你打，你打鱼儿，另一个我打。哦，不行嘞，我这样手不行。你刚刚是出去了吧？我是捡到，我没有出去啊，我在、啊。丢出去，再回核心，丢出去就可以回三 D。核心一样，对，回3D， 可是没有，那太难打了，先不要管了。没有，我有一颗。哦，这么容易哦，不用打到倒。是打打一打，还是几率性掉的？阿喵在我们家哦。阿喵加那个速度的酷功能、啊。没事，那个我打打掉打掉，我去剁阿喵。第三阶段了。哎，这龙之路到底是啥？我没吃到那一波。未来还有钻石，慢慢挖。中间有跳跳哦。对。阿纪又飞来咯，上面上面上面又一个，还财叔，哎，上面，我来看一下哦 ，Funny， 我剁他打他一下，你小心下面哦，我帮你看他。他借我帮你看哦，你小心音乐就好。东西摔下来声音。嗯，他记在。有音乐吗？没有。哎。帮你拆了上面，这样应该就比较好。对，好像还要再换。我身上有，我身上有。我可以帮。没事没事。副歌搞。哇塞，他们中间阿喵在中间那个水池里面放那个鱼啊，哈基哦。后面哈基，后面哈基。哦，粉尘，哦，那个环兽跟那个凋零好麻烦。你看音乐哦，小心音乐就好。看，我帮你换那个绝招促进器，你就可以拿着用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我从侧边呐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嗯，受不了，我要把侧边全部敲掉了。对啊，你这样把它敲掉，不如敲掉。哎，不行，他进来了。加油加油！侧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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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在还在，你怎么不见了？还一只还一只，我楼上也太多人了。我在啊，我在弄，看不到，嘿嘿，看不到，还一只哦。那我比较难出门去弄。我先帮你把书柜补齐。
我觉得不行，算了，我放弃了，我从这边来好了。猪猪猪，猪猪走开！两只啊，两只猪。我可以帮你们复稿子，但我真的没有时间呢、欸。本季有需要稿子吗？我其实是需要金稿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猪太烦了。哎、欸，等下等下等下，那个家里要进去，好像看到他就进去了。有在这里。他进去，看发光发光，看发光。哦，这猪好烦，我一直被猪打。哦，我一直跟着我。哎呦。我为什么是跟着我啦？哦。坐小船。每个人有两只啊。嗯。有三只烤我哎、欸，那就是笨。给他上船，给他上船，没事。他不会上船哦、喔，多聪明。家里你走，我猪把他引走，两只。我猪有三只在烤我。哎、欸、呦，姐，他进来了，他进来了。我帮你打猪，没事。猪都倒，剩一只，他直接上去了，我拦不住了。我这有个效率三的，我被效率三了。喂，欸、在哪啦？玉科、哦。喂。玉科。怎么了？小心。我觉得不行欸，我觉得附魔台放在上面不好欸，我好难守上面的、喔。它不是上面啊，我觉得是外围啊，它一直绕，你应该把外围都拆了。可是猪一直烦我啊。你就把一圈都拆了，这样你感觉比较好守。我刚要拆啊。哎、欸，哦，你怎么把那猪卡在那里？哦，李林，你稍微帮他守看看好了。我那个大箱子帮你放那个绝招促进器，你可以用，有听得到？有。哦，我想说，我刚刚一直说他现在楼上没有人理我，我想说是不是听不到我声音？有，我有看到。第一句有听到。打不到。不是有五只猪在追我，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多只猪要追我、啊？他追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会被猪追。你这个楼梯往上好像也，其实让你变得难。我要把它敲掉了。嗯、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要敲外面的东西，然后一直被打啊。啊，那我留下来帮你守好了。好，你留下来帮他，这样我才可以出门。因为我发现我挖不太上去，他们全部在楼上等我。装备看看可不可以附些啥啦？因为他们应该有在附装，我们就都没有附装。然后你有绝招促进器哦，那个玉口，你还没拿。等一下，我有点忙。绝招促进器可以让你疯狂用那个、啊、招式，你需要。那猪打我的，你没事。猪啊！绝处在哪里啊？大箱子，他既飞了。大箱子。楼上，他既飞哦。我把他打去了，一滴，抢星星，拿那个时间抢星。哎，这个十滴，楼下，我去抢，我要去中间喽。哈基回去了，哈基在中间。我去抢星，注意。我还可以挖个钻。嗯，啊，如果要走地道的话，地道挖在右边的合体那边、啊。但我真的是星星，感觉可能要帮哦，他们两个人抢、啊。还有弓箭手。进来了，他上去了。玲玲跟又一口，对，你们两将就守家吧。
第四阶段站上面好了。怎么又要退啦？因为可能我帮你站上面，你在下面哦，好吗？嗯。哎，星星捡不过，星星捡不赢。还在努力。哎。那边要拿绿宝石砖呢。对。那就靠召唤流。哇，输了。是不是？嗯。打到雨月了。雨月隐形去到我们家。这个猪，这个猪。哇，这个毒没有解压，哈基。这猪全在追我啊，什么意思？我在上面，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。哇，我现在掉零食。可以看，哈基，哈基。你可以考量看要不要发光，可是就是你要打得到。先清吧，先清他们算了。清吗？对啊。他们保护30秒。我没有保护。做个盾牌。哎，家里绿宝都没了，你们拿吗？我没拿过。我拿，不是清，要先清一个人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阿喵阿喵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要发光吗？看你们，三颗好像还行。先撑着吧。阿喵应该拿蛮多宝石类的东西，我至少看他有一颗。哈基又要飞，哈基又要飞。应该还好。阿喵的哈基在楼上啊。天眼冰哦！哇塞，护工好痛，好烦。哎，其实我还在虚弱中哎、欸。哎，卡住卡住！他在我们家顶楼啊，他在我们家顶楼，他从边边左边木头那边。我知道，我在看他，他在后，他往后走哦。对对对对。他做把弓的。有没有机会打啊？对。那个里面有蛮多红石，里面有蛮多红石。娃娃异世界，我被挖下来了，我要死了。他下来了，他下来了，他要往上了，小心哦。我等等再，我等他继续再死过一遍，我再去换。这个人虎视，你这个梁上君子。梁上君子。他在我们家梁上反复横跳，瞄我的头啊！没错，他会用中毒箭矢敲你。我觉得他们复活台，不是合成台，应该是在家的某一个地方。掉下来了，他掉下来了。只是不晓得。他死了，没事。我觉得我在上面挺好的，那去换个箭矢，去吧。用力量是不是？给你酸哦。好的，我装备快坏了，我们有铁簪吗？好像没有。有没有再稍微附一点其他的宝二也好。我又看到人了，我想要附、啊，等一下哦。地下都会有猪、啊，我在上面等。他刚才他进来了，他进在上面，他进在上面哦。我怎么强？哎、欸，然后大家他进。跑超快，这是什么啦？我可以附个魔，啊，你附一下。你可以帮我附帽子吗？钻帽，我给你钻帽。哦。看你可以附啥？我钻帽没不能附啥，我帮你刷一下。宝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就放箱子，我等下拿。我忘记我要干嘛了。有剑的声音，为什么？没有，是他记他，我在射他。红石对啊，红石你们都可以用 ，OK 的。
怎么啦，臭猪猪？你要发光吗？他剩五滴了。哎、欸，家里家里。要死了 ！Nice。发光感觉可以等到第五阶段。啊，我这有一个，我有一个效率三的金稿，有人要吗？你问本机啊。放箱子。拿测一下金稿，放箱子吗？我等一下再拿。好。他自己在跟我对狙照的时候。我有做那个铁簪，所以你要钉也可以了。好。你可以蹲着，你可以蹲着。我吗？可以有，可以有经验值。没有，我只能赎罪。青金石可以给我吗？我就十一个。等一下黄金也可以买，黄金也可以买。我疯狂的赎罪。阿基飞起来了。嗯。OK 啊，在上面等他等。到了。我现在有技能。他到了，他到了。嗯，到了。他带着阿妙头，真的是。真的是越来越正常了。云、欸、月，撞你哦！睡睡睡！哦、啊。